你没看错，就在沙滩上，海豹爬啊爬的，要从沙滩返回大海去了，模样超萌。民众拿起手机拍下这惊奇的一幕。四五点的时候，在旭海村的三射坪那个火箭的试验场，那看到类似海豹的动物，然后其实前两天就已经有人看到很像狗的动物在那边，但是没有带手机，所以也不确定是什么。但是昨天，刚好就拍到很清楚的画面，是真的是海豹出现在这边。他说，其实，在两三年前也有民众目击。我的同事，在带阿朗一古道的时候，其实也看过一次，但是因为当时没有带手机，我出去也怕被别人笑，因为怕别人觉得我们在造假。只是主要分布在温带及寒带的海豹，在台湾恐怕只有在动物园才看得到。屏东旭海的沙滩怎么会有海豹出没呢？境内唯一饲养海豹的海生馆紧急检查，馆内的雌海豹可是好端端的没有出逃。海生馆所饲养展示的海豹是属于港湾海豹，海豹它们分布栖息的地方呢，主要是在港口、港湾以及海岸线这一带。那偶尔也可以发现它们会上岸来休息。一般来说，海豹他们都会在他们比较熟悉的海域去出没。专家说，2021年台湾东北角海滨也曾出现过海豹，现在又有海豹在屏东出没，也算是十分罕见。TVBS 新闻叶凤达屏东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